设立在旺角街头的绿色帐篷可是吓坏了当地住户，因为这里可是发现弃尸被包裹在被子里。我个朋友开铺先睇到，睇到后屘就以为一个垃圾嚟，后屘劈一劈佢，后屘就睇到手，后屘人嚟，后屘我就叫佢嗱嗱声报警。随后大批港警到场，针对死者的身份做比对，发现这名死者是一名37岁的印尼籍女子。遗体被发现时，身上的财物都还在，身着整齐，不排除熟人所为。对呢个女死者身体上面咧系冇致命嘅伤痕嘅 ，OK， 但个女死者咧就系有啲手手脚脚有少量嘅瘀伤。咁因为暂时我哋未能够去确定佢死因啦，所以嚟紧我哋会进行解剖啦，同埋毒理嘅检验嘅。由于警方发现这名女子曾经在二月控诉被男友施暴，而且事发后死者的男友就失联，被港警判定涉有重嫌。那个女仔喺呢度就冇打交冇事嘅，即系冇冇见过佢嘈啊乜嘢啊，好静啊。佢个男朋友我见过好耐之前咯，咁啊饮醉酒咁啊喺度揼我埲墙啊，揼咁样啊走咗啊。目前港警正全力追缉死者巴基斯坦籍的男友，要进一步理清案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